好累啊！大家好，我是Into One刘宇，我是Into One林墨，我是Into One博远，我是Into One张嘉元，我是Into One刘璋。我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把鞋子摔飞了，就这是动漫里面才会出现。新时代斯曼男，看你那帮，来你那帮，前去后脑勺，你是要往前倾吗？完全不会滑了。Lady，Lady。到了海南这次心情如何？像是一年前的今天吧，因为当时也是对海边呢不太熟悉，像是故地重游的感觉，也挺怀念的。来到这之后，有想起去年的什么情景吗？破冰的那一场见面吧，然后当时好像也没有和现在来的这几位那么熟，然后现在和他们很熟，什么话都可以聊，然后这个冰也早就破了。我刚看你在海边有拍大片，跟我们分享一个在海边拍摄时尚大片的 tips。 有两个技巧，一个是静，一个是动，这两个如果你要掌握好的话会非常好看。如果你在海边的话，有海浪和风，这个时候你静下来，让这种风从你的耳边吹过去，会吹动你的发丝，这个时候你再去拍，就会整个氛围感非常美，适合拍特写之类的。动的话，适合你从这个海岸线就这样跑过去，然后相机固定在这儿，然后就这样抓拍，动起来的状态和后面的海浪形成一个对比，是非常好看的。你真的很有经验，刚拍照片方便跟我们分享一张吗？有没有来的海南？昨天下午吧来的海南。来了之后有尝一些什么海南美食吗？文昌鸡，文昌鸡很好吃，在酒店吃的。刚开了一家店，感觉如何？简单分享一下。这个店啊，就是很多沙吧，怎么打扫你也扫不完，因为那沙子会一直往里面带，没有办法的，就是沙滩嘛。分享一下刚刚摔屁墩的感受。摔屁墩，我没有想到我的鞋可以飞起来，我感觉这个在漫画里面才会出现，居然是我自己出现。这种 AK 说你是斯曼男这个称呼吗？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早就已经是曼斯男了。喝完了，你肯定不敢喝了，你下去。能喝能喝。不，你到底？你看着自己喝，自己喝。有啥？哎，你扯呢？有啥？我要怎么喝？知道你今天有的东西就被大家热议嘛，就关于你在某节目啊，我知道，我看到了，还上了热搜。其实你真的是每次自己吃饭的时候都会习惯看动画片吗？对，我以前是用手机，后来我买了一个 pad， 用 pad 看。买个 pad 特地看动画。
所以你的下饭剧是只有动画片，还说其他你都 OK？ 动画片还有美食类的纪录片，还有美食类的剧集。那除了就大家看到小新之外，给大家再推一个很下饭的，有一些类似一个人吃饭的那种剧集，还有一些类似讲一些夜宵的剧集，对，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开始，哇！哎呀，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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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鞋有点比我自己的脚大呀，我也是。哎，老师，怎么样快速提升脚踝力量？有什么感受吗？就。脚好累啊。现在开始公布比赛结果，第一名张家元，哇，18秒87，耶，恭喜！哪一个东西随随便便拿个第一就好了？刘宇19秒89，刘璋20秒59，博远21秒78，林墨25秒31，二十五的那刻，我震惊了。大家好，我们是 Into One。 你有知道你们之前刚从寒冷的张家口转战到海南，从事这个冰雪的事业，感受如何？舒服，刺激，爽。我这边感受的话，就是秋裤还没来得及脱吧。你现在来展示一下你的秋裤。哎，不是，昨天已经脱了。你袜子穿好。因为昨天就是秋裤还不舍得脱，然后睡觉的时候发现早上起来 T 恤就是湿的。真的，真出汗了是吗？所以刚刚你们也说有被冻到，所以在那边是经受怎么样一个极寒的冬天？哇，我觉得就是那个火锅真的、就是，那个火锅那个环节可乐，你知道吗？就是倒出来马上就开始，特别夸张，因为、那个、-30度那电影。其他几个人就有什么保暖的措施？我用暖宝宝制作了一个算是盔甲吧，但是其实张家口因为我们都在滑雪嘛，然后那个其实滑雪服它比较保暖，滑雪服我真的没想到它居然可以保暖保到这种地步。当时穿完那个，我当时整个人都绷了、啊。当时我滑完雪就感觉就像是洗了个澡一样，浑身全是汗，当时衣服感觉能融在水来。他在大冷天跑到人家阳台上去，然后把肚子掀开那种。对，偶像这样好吗？就是那个下面大山那个，估计就没有什么镜头了。而且五位男艺人平时会是那种要风度不要温度的那种人，就比如说出席活动那个冻着我，我也
先把我和林墨跑先得插开。对呀，你穿秋裤吗？我不穿，我也从来不穿。除了在张家口的时候是一定要穿。穿秋裤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一种幸福感。不是，是因为你的腿穿裤子比较好看。我腿一穿秋裤，再穿裤子，裤子就变成紧身裤了。所以各位有什么比如冬天保暖用黑科技可以推荐给网友？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冷的话，可以说东北话。你说东北话很爽，它会让你忘记你身体上的一些变化。金兔来交流15秒东北话，开始。我没事儿，干啥了？干啥玩意儿？学我说话？没学你说话。你老铁铁这儿整干的是不？这个真的不像我们东北话。大舅，你说的挺标准的啊。是吧？是不？今天中午吃个面挺哏啾。北京人用面，我们是用那个不用那个儿，你知道儿化音。你俩干啥呢？行行，回归时尚男团。因为这次我们也来到海岛嘛，你们从小到大有没有很美好那种海岛记忆吗？第一次到三亚，我第一次坐到公交车是在海边。就很漂亮，可以看沿途的海景。这个公交车就一路是在海边，非常漂亮。然后你哭了？没有哭，但那个画面像电影。哇，很漂亮，我就特别想那种坐骑摩托车。那你哭了？什么时候说他哭了呀？刚刚家长有提到说，你很想骑摩托车，就带一个团员去度假的话，你想带谁去哪度假？我想就是整个连排的那种色，只能坐俩人。可以拒绝吗？可以哦。带博远吧。这个节目播的时候应该放出了那个我们互送礼物。就是我带博远吧。鄙人不幸抽到了这个权利。对，博远他很幸运的话抽到了我的头盔，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头盔，现在只是博远的了。小内环可以换一个。就是全盔能安全一点，我还有半盔，你可以进去带半盔。如果要想成为海岛最时尚最亮的仔，各位有什么装扮自己的心思好物吗？我最担心就是什么都比不上一个好身材，因为我没有，所以我特别知道这个痛，因为我有一个一块整的肌肉，它有很柔软的皮肤，捏得很舒服。对，我放弃了。没打算跟团一起练健身吗？是很想练健身，但健身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点，就是它必须是坚持的。然后我们现在作息就是让我们的睡眠时间不是很稳定，不太能够坚持。还好吧，如果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基本像我平常起来就是做活动的话，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去跑步。我每天晚上时间都会做这个俯卧撑，大概会给自己定目标吧，至少一天30个，就是一口气儿。其实我跟你说，一天30个是有用的，只要你坚持一个月，就会喷出效果。没那么累。分享一首适合海边海岛可循环的歌曲。我觉得是风吹沙成海。对，真的是在沙滩边又有海，我们这首歌太适合在这里听了。一群人牵着手或者是散步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哼着这首歌。哇，那我就放一首哈利波特的那个咚咚咚咚咚。是啊，还不错啊，因为我们今天对看了你们一天录制嘛，发现你们讲的一直在 Q 林墨，什么哈利波特送他去魔法学校，什么梗啊？因为他是自称魔法师。不装了，我是魔法师。他自称魔法师，所以我们说那展示一下送你去魔法学校里面的。魔法师都是麻瓜，这还是魔法师？哇，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够神奇了。你知道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吗？我还有另外的身体在其他地方工作。这样吧，老师，我给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其中一个，我现在光速。去一趟北极，然后再回来。好，你来展示。哇，好冷哦，那边好冷啊，真的很危险。刚才过来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大雪。所以林墨身为团体唯一的魔法师，会感到孤独吗？不会，因为我其实我在地下就是有很多魔法朋友可以跟我一起聊天，那种 underground 的那种。经常在那里联系母星的时候，会被我们看出来。你知道吗？真正的马桶就是一个传送门，就一直上厕所的马桶啊。那所以这就是每天你会去他房间用的厕所的原因。有没有看过吗？那以后江江以后每天上厕所会有阴影。那假如那个时间点对的不是很好。之前看到你们在那个张家口有很多路透图嘛，就大家什么纷纷又摔倒又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谁是你们里面摔的最多最狠的人？博远吧。不是我吧？那是我吧？我摔流血了。可以可以，这个最痛，颁给他。今天就是他把鞋摔飞出来，这件事。他摔了一跤，然后他那个鞋是飞起来的，咻，这很搞笑。从鞋下去了，鞋上来了。从暴走漫画里撕出来的吧，应该是。AK， 你嘲笑他，我看你今天也摔了。AK， 你嘲笑他，我看你今天这句话好好笑。谢谢你，我的鞋子没摔。AK 摔的是用脸做黑的。那因为今天大家也不看，你们也开了个店嘛，就如果要真的经营这家店，你们会觉得？谁会是最有经商头脑的？家人说一下自己为什么觉得自己经商最好。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商人和一个教师。凭啥说觉得自己经商能力好啊？耳濡目染。你再说一遍。耳濡目染。普通话再说一遍。
耳濡目染，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家里的经商的，我就会经常去看。我觉得刘宇应该蛮是，我很会推销，只要是谁跟我出去一起逛街必定花钱。他六月份推荐的那个唇油我到现在都还在用，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些好用的东西，一针见血，确实蛮好用的那种东西，他这个很敏锐。我正儿八经觉得自己能做，我以前就是搞过这种类型的活动，然后办得蛮好的。我做过市场营销，那我是最不会就是经商，最不会就是经商，我就觉得很难。那你当消费者就行了呀，你投资啊。哎呀，他问我能不能经商，你让我当消费者。你如果不会经商的话，就换个角色嘛。对于这个热水店来说，你可以就是投资我们。刘宇有提到说觉得自己很会推销嘛，就如果让你们现在为这个小店想一些出其不意又行之有效的宣发方式的话，你们能想到做些啥？可以天马行空一些。五个人往那一站就是推销。关于这一点呢，还有其他？还有吗？如果消费满1000以上，就会享受 AK 老北一次。免费给他拍一个短视频大片。我的话，我可能把那个吧台做出可以卖小吃的。哦，我知道了，你懂吗？不务正业。因为那个吧台就是感觉有点滞空，什么都没有，把它建起来，就算卖烤肠也可以。对，因为我们那热水店旁边什么吃的都没有，我有那一家的话，一个烤肠我可以赚一点钱。因为我的木屋是临时搭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地，先请一帮人过来，就是把它营造成一片就是很适合旅游的地方，然后就会因此就会有很多人过来打卡。先当模特，先拍一组。我们可以挂照片墙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冰雪运动，我们就挂我们跟张一伟老师、张红老师还有周洋老师的合照，一放这些东西在那上面，会有用，我觉得。中国最南端的奥运运动员聚集点，而且你也可以体验在奥运赛场上夺金的项目。不是那个，这个木屋加个这种凄美的爱情故事，就是爱情的终点。你说你想要怎么？就来。你想要跟着姐弟有很多过来在这边求婚，我擅长8000米溜达。哎，我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吗？生活上面 ，OK。哦，一边拍我一边那个汗就是滴答滴答滴答滴，那汗还会唱歌。我还可以再参加170次 course。没什么。